花友们好，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种的百合。那这个百合是重瓣的，然后这是我去年开过花的，然后今年又复花的一个品种啊，名字叫做 Monica。然后它这种花的话都是白色加一点点绿色啊。由于最近温度过高啊，它的白色很容易就是晒焦，也是一个缺点吧。但是白色整体来说啊比较鲜，就是温度太高，它的花期就是很短，因为它这个白色不是很耐晒啊。温度低一点的话，它是可以达到群开的啊。现在的话就是下面的开完，然后再开上面的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。我记得去年的话就是温度低，然后开花也早，所以它很容易群开啊。好，谢谢观看。